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。这个相声啊，得有社会的常识。对，什么都得知道。是啊，什么都得学。您拿剧种说，各地有各地的剧种。哦，现在全国听说好几百个剧种。上海有本滩，哎，这沪剧。苏州有苏滩。对。常州有常州戏。您到绍兴，现在叫做粤剧。哎，你看发明的多好啊。是，你要拿河南省又多了，河南省的戏也有几十样。哦，就几十样。哎，您拿豫剧说吧，河南梆子。哎，河南梆子，他们有的是啊，叫做西府调，有一种呢叫做降服调。哦，您拿这个长香玉唱的就叫做西府调。哦，还有一种叫做降服调，降服调呢就是开封调。嗯，那是正装旗士的开封味。哦，开封的。哎，还有一种啊叫做粤调。粤调是哪儿？也是河南地，出在什么地方呢？许昌一带。哦，在郑州南边一点。嗯嗯，还有一种叫做二家弦。哦，二家弦。还有这么一种叫什么呀？叫河南沟。河南沟。哎，大油帮、二油帮、长歌调。那这我都没听过啊。您说这有多少样？哦，样数不少。哎，您拿这个什么来说，粤剧是粤剧。嗯，粤调是粤调。哦，这还不同。您听这俩字一样，这个粤剧呢就出在这个杭州。嗯嗯，那么这个粤调呢就是河南。嗯，这个粤调您听着有点意思，我能小两句您听听。那好啊，您唱唱我听听。这个味儿，门楼里个高，门楼里个低，门楼里个低下，那就一窝鸡，下鸡打打打打穿穿穿，也是不大满天飞，要包换是那个家常饭，要那换是粗不一家家常饭，粗是粗不一，食堂招热解乏心呀，床子隆床子隆的床，哟，还有锣呢，这么个调。哎，也有意思。这个二家弦就别扭了。什么？拿真嗓起得落在假嗓上。哦，这么个调门。您唱唱我小小您听听。弦两句，您听这是真嗓吧？真嗓啊。您再听后头，弦两句劝丈夫你且坐下，叫了声笑他爹，明儿他浪大。哎，您听这烙音用假声。哎，你说这个河南的剧种很多很多的。嗯，你比方说的话，人家这个名称跟我们还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比如说普通，你要是京戏里头唱旦角的，能分出多少样来？什么老旦呢？隆中老旦呢？嗯，徐娘旦呢？彩旦、花旦、刀马旦、闺门旦，您说这有多少样？对，你要到人家河南戏，一句话就说了，你是弄啥的？我是唱旦的，就一个唱旦的就行了。哦，就全包括了。有一样他腻味。谁、哎、呀？腻味唱老旦，他有个口头语儿。嗯，一辈子不能唱老旦，要唱起老旦就不开饭。唱起老旦不开饭？哎，唱老旦的杆子不挣钱。哦，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什么角色不是一样的唱吗？嗯，都是上舞台。对，对不对？人家里头的规矩很大。嗯，这个京戏叫科班。嗯，哦，人家不叫科班，叫什么呢？叫窝班。窝班。哎，窝班。有时候啊，在一个
过去啊，这个唱戏可麻烦，怎么呢？不唱外台子戏，上哪儿去自个儿背着扑克卷儿？嗯，要走几十里的旱路。对，有时候啊，到了那个地方了，一唱戏了，就不断的出错。哦，为什么不认识字的太多？对，还有一种班叫做龙虎班。为什么叫龙虎班？他是没师傅没徒弟哟，这个叫龙虎班。为什么叫龙虎班呢？是什么举人秀才啊都可以唱戏啊。嗯，那个没有老板也没有伙计，我们都是一世的同仁啊，这个叫龙虎班。虽然他这名字挺好听，就不断的出错，分唱什么戏了，唱着唱着就去出了错，您相信吗？您就拿这个谁来说，有这么出戏，叫黄飞虎过五关。哦，黄飞虎过五关。哎，黄飞虎过五关，这是很好的一出戏呀。嗯，你要到京戏什么扮相呢？戴帅盔，搭黄靠，黄靠旗儿。戴三柳，手里拿着象鼻子刀。嗯，你要到这个河南戏就不是了。那是怎么个扮相？差不多也是黄靠。嗯，就这脸上得抹红。哦，人家管唱老生的不叫唱老生的，是唱什么？叫唱啊，红脸的。红脸。哎，嗯，什么要是？唱花脸的叫什么呢？叫唱黑头的。嗯，这是规矩。这唱红脸的，他这么一勾出脸来，我一看呢就可乐。什么？两道白眉毛，两道黑眉毛，一脸的红，知道是黄飞虎。不知道的呢？不知道成赵匡胤了。他出来唱这个词句，还别碰上架，要碰上架就要了命了。什么？非打仗不可呀。哦，过五关的嘛。这两个人要是一碰面，你比方说的话，有一个主啊是锤匠，在后台正休息呢，他俩锤啊立在香根那儿，他蹲在那儿。你要到北京啊叫蹲着。嗯，你要到河南就不叫蹲着了。叫什么？叫骨子弱。骨子弱。哎，他那正骨子着呢。嗯，好，过五关上来了，这个黄飞虎一出来还要唱几句，唱出来您听这词句就矛盾。什么呢？他这么唱，哎，我是卧蚕的妹，眼的红眼的。卧蚕没丹凤眼挺好。好是好啊。嗯，他这个好兴许别人长这个卧蚕眉吗，丹凤眼吗？那么就不许黄飞虎长吗？哦，这第二句他要把它圆回来，您听着就别扭了。怎么圆？恰似过当年的官美然的。哦，这个黄飞虎一上还有个官美然呢。啊，咱没听说过。这地方就是矛盾了。这个锤匠出来了，正在那儿蹲着呢，这个老板过去踹他一脚，他打里头蹦出来了。黄飞虎慢得早，这黄飞虎过来一瞅，来了这样了，过去要给他一刀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嗯，这小子是锤匠，忘了拿锤了，他空着手出来了。哎，你这没法办。他也有的唱。他还怎么唱啊？哎，我这一巴掌把你的头打掉。哎，嚯，把头打掉，这黄飞虎乐了啊，你这巴掌能把我的头打掉，他冲他一乐。哎，你这个小子真厉害，莫非说你那巴掌比我刀还快？你说这都哪儿的事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个戏他还得往前推啊，过五关呢。对，好，
右手的这么一关，赶到关口这儿来，一想啊，我爹等着将出来了，等着出来回又给我一巴掌，就把我头给我打掉了。这回啊，我得先把这白倒出去。催马来呀，再要通关。哎，这回有确实的地点了。催马他来在潼关了，又来一句，不知神马所在，这不知什么所在。他来到了潼关了，他可不知道来到哪儿了。这回下马一关呢，他下了马了，瞧瞧过去，哎呀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。哪四个大字？潼关。潼关这是四个大字啊。那俩字他给抠了去了，也许不认识。啊！我来到此地，为何将四门紧闭？这样过去，哎，待我上得马去，穿城而过。啊！他飞过去了。您说这类的戏，您听着明白不明白？这越听越糊涂。糊涂？您还没听见什么呢？没听见李逵的戏呢。哦，李逵戏怎么了？好，这李逵的戏比这还厉害，还糊涂，还糊涂。那您说说，这李逵应该什么扮相？李逵啊，有这么出戏叫《丁甲山》。哦，《丁甲山》。这个《丁甲山》这李逵的扮相是带着什么发修？哎，那么比如说的话，要不赔罪的时候带什么呢？马尾凑风巾。哎，就那个宗帽。对，说戏班的话叫宗帽。穿垮衣子，对，青彩裤，抓着虎的靴子，对不对？那么不赔罪呢，外边披着靴子，掖着板斧。这赔罪的时候呢，背着一个锦帐，是不是这个样？对，戴的是什么？一定是戴的是黑纱，耳毛子。反正他这扮相写的明白叫丁甲山，我一看这扮相我瞧愣了。哦，不知道是什么戏了。哦，河南戏跟京戏的扮相不一样。他不一样，他戴个红毡帽，抹一脸油黑，抹两道白眉毛，知道啊是李逵。那要不知道呢？成了徐良了。还没老实啊。他戴个黑衣字，我越瞧越别扭，穿个水衣子，外边穿个竹坎儿，穿着一只靴子，光着一只小鞭儿。那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前边掖着把菜刀，手里拿个锤。啊，这就是李逵啊！啊，这还不新鲜，后边还掖着个旱烟袋。啊，这个旱烟袋在屁股后头那儿扎着这，还有个烟袋盒子。啊，这个宋朝就有旱烟了。好。我得问问，人本地人多了都听戏的。是，我问他了，说老乡这什么戏呀？人家告诉我，这是啥呀？丁甲山。丁甲山。丁甲山，我这是谁呀？田地不说李逵呀。我李逵，李逵怎么这么像？你不懂。我说我不懂，我他爷把菜刀干什么？上山踢皮再去。我他拿这个锤干什么？锤打老虎啊。啊，打老虎。我后边他掖着个旱烟袋干什么？你不懂啊。他打完了老虎了，他就心累得慌了，左那边拍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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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懂不懂？这咱不懂，就是说闲话。他就去抽袋烟。嘿，我说这个唱戏还准抽烟，你看着吧。我真看着了。我一瞅这李逵打里头这么一出来，一打这个家伙点儿，我听着就乐了。怎么呢？这么个点儿，咚咚咚咚，咕咚咚咚，咚咚咚咚，咕咚咚咚，张嘴要唱了。怎么唱？我李逵打虎就入深山呢。叫他上山赔罪去，他打虎去了。再听他第二句，我打你老虎他乱叫唤呢。乱叫唤？你打他吗？他不叫唤。就是
老虎窜山，我能跳一遍的。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，干嘛呢？跳毽子。哦，那这杆子用上旱烟袋了。我打罢了老虎，我要洗大家的。他抽上了。哦，这儿抽啊。中国这个言语复杂，就得推广普通话。对。你两个人交朋友也如是，你要见了我，我见了你，比如说没多大的交情，谈两句话，你要叫外观这么一听，不知道有多大的交情。哦，比如说咱俩见了面了，小侯，这不是侯先生吗？这两天老没见你啊。是啊。你身体健康还好。坐在休息啊。礼拜天休息的日我找你去。好好好。咱们看看电影。好，你看到那天我买了。好。天气不早了啊，咱该上班了。对。明天见。再见。对不对？越说越近。你要到这个女同志说话，姐俩啊，也得你懂我的话，我懂你的话，俩人越说越近，才有意思呢。怎么说？哎，你这女同志要是说话，最好听是哪儿？这您不知道？这不知道。今天在江苏省有个苏州，哎，苏州，古老的时候叫姑苏，哎。有这么句话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要两位女同志这么一说话呀，嘿，真正好听得很啊，艳语莺声。那是怎么说啊？您不信，我瞧瞧。您瞧瞧，两位苏州的女同志，哦，大姐，您都有力，是的。哎，农来不想想，啊，这个地方不错的，慢慢的是，哎，这个小姑子那个。他问了，说这个小孩是谁的？他一害臊，哎呀，农家。正说着话，洋车一放炮，把俩人能吓得这样。放，哎呦，好子的，谢谢。来了，怎么打着锣就来了？